一刀行不？我看你们那个外边写着网红能打折，来的网红啊可多了。都有谁啊？有个帅哥网红直播卖口红的，有个美女网红直播卖火箭的，还有个瘦子网红，我总在他那买。你们就没从一个胖子网红那买过东西吗？啊，就那眼巴前儿，胖子网红啊？没有。结账。你好，不是打八折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我们酒店的 SPA 中心啊，只为著名网红打折。知道，我不刷脸，我刷美团。行，那当然行。五一用美团，外卖、美食、酒店、门票、电影、打车、玩乐、买菜、机票、火车票，干啥都省钱。想起来了，哎，老罗，刚想起来，才认出来，您债还清了。罗老师，罗老师。来，五一快乐啊！今天我们两天了，接着，拿过来给我，哎，你这个不是网红能打八折吗？是啊，可网红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看，你看，直播带货狂人啊，欠六亿那个，他不是那谁吗？他是那个，行，别丢人。刷脸不行，刷美团行吗？那行。五一用美团，外卖、美食、酒店、门票、电影、打车、玩乐、买菜、机票、火车票，干啥都省钱。你好，谁点的美团外卖？哎，这边。好，谢谢哈，谢谢你哈。仔细看看，这儿呢。